第30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，蔡依林、林忆莲皆入围7项，两人都是入围大赢家，他们都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，将和艾怡良、岑宁儿、孙盛希争夺歌后宝座。纵观入围名单，新人表现突出， OZ 以专辑 OZ The Album 入围6项，除了入围最佳新人、最佳国语专辑等大奖，更一举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奖，将要和李荣浩、谢正廷、令王、柯智堂抢歌王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点国语一台以及无线3台的天下纵横谈 GMA30 超级比一比。